好，拜拜。哇，怎么一下涨这么多？还好没涨成巧克力球。嗯。对啊，刚差点又要拔这颗巧克力球。但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不行。小球球，给你，要不要粘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向日葵的小孩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向日葵的种子小孩，你要粘这样吗？这样很粘住吗？我要地震一下啊、哦！咦，都粘住的嘞，还要粘吗？还是这样就好了？嗯。向日葵是？向日葵是怎样？好，老师现在问你哦，你喜欢吃这种吗？林老师很喜欢吃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林老师，这个是从哪里来的？不要吃哪里来的？你不要吃哪里来的，我要。我们只有吃它的这个哎。嗯。黄硕喜刚刚吃这个，这个可不可以吃？可以吃。真的吗？那你吃吃看。嗯。这不能吃，刚刚洪硕喜吃的牙齿粘住了，卡在牙齿里面，好痛。我就要一直吃，我要吃掉它了。你再不救它哦，我要吃哦。你看它在看我。别我。为什么？别我。你要养它哦。你要把它粘在上面，是不是？你要跟老师说，老师给我。老师给我。啊，可是老师好想吃哎，那怎么办？你说吃那里的。对的。好，谢谢。你还要不要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陈柏豪做的向日葵啊。谁做的向日葵？那是谁做的向日葵？林老师做的向日葵，对或错？对。对哦。是吗？林老师只有剪一点点呢。可以。都是谁剪的？这是柏豪剪的。对，那是陈柏豪的向日葵。是错吗？是对。错。对。是林老师的向日葵吗？不是。不是，所以要错。是叶玉婷的向日葵吗？不是，错。叶玉婷。